我也是第一次参与，我也介绍不到太多。他们你们这个衣服是什么意思啊？因为每个单位应该他们是有分职位跟工作的啊，因为像好像我们有五班部，五个信上，一个会馆，五个会馆，对，所以然后每个会馆他们都有自己的分部，就是一个小组别这样。他们这个也是，这个就是大众的衣服啊，大众的啊，这也是比较是工作人员衣服，如果简单来说，你们是属于就是要参与到这个。就是整个的筹备，哦，每个会馆，现在五个这边五班有五个会馆，然后每个会馆它都会有自己的筹备小组。对，我们的初始路线在，初始路线在行宫，所以我们现在把神请过去那个行宫那边，所以夜游当天开始的时候是从行宫出发。哦。你有看过那个中国的那个吗？就特别高，前面有个马夫在那儿打鞭子那个啊，对。明天王室也会来吗？苏丹会来吗？以前有王子以前不是有来吗？对，以前现在去吉隆坡当元首，一个人来太忙了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么大家都在这个桥底下呀？表演。啊，就是他们过来这儿都会表演。哦。哦，这样的。走到这个地方有走了一半的吗？对。哦，刚好到一半的。也只有一个七八十吧。哦，七八十了。哦，那不就很快了。今天我们的节节高大神也来了。注意骑，赶着骑，骑要过哦，好的嘛，骑要过。Thank you.
Thank you.
这边烧高香啊，前面这个是柔佛的行宫，刚才我们是从那个叫什么古庙那边一路走过来，3公里多。免费的啊，免费。你叫我这个，哇，这个好，这个好。Thank you.